欢迎莅临云餐厅。酒家菜是一种结合中国各地菜色、日式风味与台湾本地特质的菜系，是今日精致台菜的起源。如今逐渐因为食材更换、功法的调整、口味的变革，在台湾这片土地上诞生出属于自己的样貌。我是谢丽玲，欢迎加入我的线上课程，让我带你轻松做出台湾道地经典的酒家菜。这次的课程会教你使用随处可得的食材，搭配上朴实的技巧，让你可以在逢年过节时，为了家人、朋友，打造出带有创新风格五道经典酒家头牌菜，分别是韭菜樱花虾豆干、蛋黄虾肉卷、白菜卤狮子头、山海珍宝鱼、菊花干贝笋丝汤。每一道酒家菜的背后都有故事，做菜的同时，仿佛是在重温当年的热闹繁华的酒家。加入享益线上课程，让你在自家的餐桌上重现酒家菜的风华。